等一下还要进行的是男生组的冠军战，所以观众朋友呢有空的话，你可以到现场来欣赏精彩的 HVL 高中排球甲级联赛。好，第四局的比赛开始，华侨率先的发球，这个球救起来，扣牌，这一球出界喽。出界魏华在这场比赛是华侨部分表现非常好的球员，真的这个球这样打是没错的，你轻轻送过来，对方也是制造机会进攻的，蛮细细是。好，在第四局三星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先取得点。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懂，疯了之后自己再来，后排。我们今天这个球杀的还蛮有技巧的，球再救回来，第二球员只能把球一个枪球过来，快攻，哇、哦啊，收到效果了。公平的分，三星加三以后徐慧君刚刚在这边啊，利用一个 A 块是拿下了分数。张三颖继续来方。同样是快攻要反击，再救，这个球是出界了。现在华侨也是打 V 了，开始打 V 是。靠着一个快攻呢，同样是拿下了一分。哇，这次的发球又偏了哦，位置找的没错，想要找举球员，其实举球员他是站在后面很难找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罗英文的发球稍微偏了，现在三星取得3-1。哎呦，同样又是发球，肖湘玲的发球又是过长了。两边的发球都是出界。挡回来就过去了，再来第三次还有。快攻，结果出界。嗯，没错，这边角度太小。嗯，其实角度太小，应该变直线看看。是。4-2，现在三星有两分的领先。许慧君的发球。好球。哇哟，在这边杀球，王欣婷又杀出界了。哦，这个球第一时间掩护得非常好。是，我们再从慢动作看一次啊，角度也是不见了。对，角度太小了。11号的徐一梅呢，有一个掩护的假跳，但是在这边呢、啊，王欣婷第二时间呢是杀出界了。哇，发球直接得分。跳跃式的发球，许慧君呢是直接帮助球队拿下了第6分。刚才都有跳跃，为什么不敢跳呢？对，你就按照你原来的节奏去打球好了，不要因为这个比赛的影响，你变了发球的方式啊。很吊的进攻球，直接再来，哇、哦，没有错，是二段，二段就进攻，但是收到效果了。对啊，排球没有规定说不能第一次过去啊。嗯，第二次，他只能够三次一定要过。5号的两大分，哇，在第4局啊，现在三星呢又渐渐把这个领先优势拉开了。对，打得漂亮，救过来。好，哎，在这边防守的华侨啊，有触网了。拦网的球员呢是被裁判抓了一个触网，现在三星是在第4局啊，现在取得绝对优势，现在8-2暂时领先华侨高中。华侨对上三星，这是在今年啊99学年度高中排球甲级联赛女子组的冠军战第4局，现在三星是8-2领先。收过去，这边还有魏华第二次在尝试，还是被拦回去，走不够长。王欣婷要来打一个直线，但这时候出界了。刚刚
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局以后啊，徐慧君不敢跳，用跳外花球照样跳嘛，你看看，不然气势也是凌人啊。对嘛，球没有比较强，但是看起来就比较可怕。对啊，那带比较那个霸气有没有？是。伟华在那边，哦，总算来一个他球。哇，好不容易啊，本来是只有一分的落后的，就现在又拉拉拉拉拉拉开到这七分了，这个他需要呢稍微缩小了一点点，因为跳跳花球你也可以变成管球啊，嗯，对不对，所以一样啊。花球我们先这个球被救起来，哇，直接倒过去，还有啊，打到裁判肩上，对啊，直接又甩得太漂亮了，对，没话说，吴伟华的直线啊，真的是有够厉害，这个球完全是手腕打的，是，不是身体转身的，你看看，真的手腕传的，底下身体还是面对侧面的，对，对好，那这个球呢，也是让华侨是攻下了第四分，但很快的，三星在这边呢，又利用一个攻势拿下第十分。哇，三信在这局啊，其实要好好的把握，是是要把握。刚刚差一点被华侨这个司机拉上来。另外一边，魏华四攻球比较慢一些，再扣，有这个球再救，还有，再救过去。另外一边，王维琛这个球没问题啊。哇，这个球出界之后，场外的观众也都在打。第五次、第六次的接球，刚刚王维珍这次的进攻呢，斜线得分，要加压，现在花球要稍微加压，对，不要怯场，伟华哦，这里面还是尝试的进攻 啊，实在真的不错，对，华侨高中其实就两位攻击手到三位，很敢打，对。董一文、王新平，另外还有就是伟华。那其实，在得分的部分，预赛跟复赛加起来，得分最多的就是伟华了。哦，直线，直线，找到二号位置的王培珍。所以排球啊，落点很重要。嗯，一共跳三单拉管，阿伯你们呢？蛮喜欢。对。所以其实不用太大力，或者跳得特别用力，落点很重要，重点是要想办法得分呢、啊。哎呦，这次的发球，王菲真的力道又太大了。出界，让华侨这边是拿下了第六分。徐一梅来发球。哦，这两个人没有搭配，是谁要接球要走？吴昌球回来，好球的机会，还有机会想要偷，但是没有偷到，这边再回去。好球，好球，不敢打。哇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，没有位置给王菲真在救这个球啦，哇，踩上去。对，这个球其实有一点可惜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两个人去救。但救起来下面还有人，哇，王维珍要去救的时候手是危险的，碰到队友的身体，要两败俱伤，对，还有发球这边王维士这边又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哦，是十一号的徐一梅、在追分的时候是是发球出问题，很伤啊。三星现在还是有六分的领先，发球的是吴静平，救回来，再拖，廖湘琳的扣球，那边裁判对是判华侨这边拦网的球员触网了，这个触网呢也让三星呢是拿下了第十四分，哇，在第四局的比赛啊，三星现在呢是取得优势，如果他们拿下这局比赛，就要进入到最后强尾局第五局的比赛。王一文。这球被接起来，直接推到那边没有人，哇！不过接得很快，没有人，对，已经跑到对面。如果从外面进去就可以，对，从里面进去的话就不行。
好，这个球呢也让三信拿下了第十五分啊。在这个时候，华侨这边赶快叫出了一个暂停，罗教练在这边呢、啊。其实换过来，像是刚刚这个洪老师讲，就是这一局可能华侨也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说我要逆转，是不是？等于说赶快把自己的节奏找回来。刚像是第二局、第三局一样的 tempo， 那找到之后呢，第五局再来奋力的一拼，不要去想太多，按照你自己真的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对。那只能跟他哑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但是把自己该把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情况发挥出来。因为现在其实七比十五啊，已经有八分的落后了。你要这样想说，我要追，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，对，没有错。当然也不在讲啊，凊彩拍拍，赶紧输输的，不是，不是，对对对，你还是要认真打好每一个球，对。吴建廷继续来发球，还有快攻，结果是被救起来，还有这个球没有做好啊。如果是四次的击球了，已经被抓了一个犯规了。刚才三信这个球，因为他打快的打惯了，你看看，忽然间一个高起来的球，说不要跑，对，没有人冲进来，对，队友也没有注意到会打这个球这样，对。哎呦，好高，发球怎么都那么大力嘞？好，这个发球出界也让三信呢是拿下了第十六分，目前的分数呢是16-8。